什么可乐先生，后面再拍片那个眼镜。What's up, guys? This is Linus, the Taiwanese who teaches Chinese online.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Happy New Year, and wishing you well. 春年过节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in Chinese culture. We do our spring cleaning, 大扫除 put up spring couplets, 贴春联 host big dinners with extended families on Chinese New Year's Eve, 吃年夜饭 or 团圆饭 give and receive red envelopes, 发红包 and 拿红包and even play mahjong. However, during this festival period, chitchat with distant relatives is unavoidable. We are going to list the top 10 most annoying questions you might be asked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But there is the twist. Our friends here need to guess what questions we have prepared. The person who guessed the most questions correctly can win a set of Ani Na Jiao Nis Chili, which is a box sponsored by Dad. Let's go. 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来宾香蕉小文 Amy 开始，还有我们的阿兵哥品维海乐海乐这个主持人啊，另外一位团员德普，还有他的女朋友，交往已经几天了，他叫佳瑜，主持人请认真介绍。负责现在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等一下呢大家就要想一下，到时候过年啊会遇到一些家人啊有什么烦恼的问题，大家就要去举手抢答，那讲中的话呢我就发一个牛牛。哇，好吸引人哦！今天拿到最多牛牛的呢，就可以换到我们阿姨辣椒的。大概就是这样子。首先想问问看各位，在过年前你们最讨厌被问到什么问题啦？我先开始吗？对，你先开始讲。很多。说。什么时候结婚？这句到底有没有呢？哎，不是那一个啦。有。什么时候被问？你怎么回答？都还没有介绍啊。薪水多少钱？有，你一个月赚多少？一个月多少？我是旁边包养的。哦，请问谁愿意？好不好？还有没有答案吗？好，你说。什么时候生小孩？哦，什么时候要生小？这句有抱歉，相机没电。来，跟你聊聊。那你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呢？请问我们的香蕉。存够钱。哎，你确定你要戴帽子吗？你想嫁吗？考虑一下。我们阿兵哥有什么要讲的？你说过年最烦人的问题，你什么时候毕业？读研究所的时候，你当时在毕业，好烦。这一句话没有，这句话没有，没有。没有人要跟我抢哦。好，我要。是妞妞啦，妞妞的意思。对。今年年终领多少？什么都跟钱有关，多少？因为长辈都是现实啊。真的。去年才刚开始工作。没关系啊，阿兵哥快毕业。一个月才领6000块，加四千8块钱。难怪海乐被养得这么瘦。我们还会开检讨会。好，下一个谁要抢答呢？你今年红包包多少？没有，没有。阿兵哥，你说做什么工作的？有。做什么工作的？我觉得凡是凡在一直被问，年都要每年跟我年都一样的。一二三，没有，一二三，有，小文，还记得我是谁吗？没有，没有，一二三，有，结婚知道什么时候买房？什么时候买房？这句有啊，二三，我要，你交男朋友了吗？这句话有，小文，你们男生都有在抢答，没有，应该是我们家的抢答。三二一，有，你现在开什么车？没有，没错，这句话蛮势利的。我们干屁事啊，封一百啊。剩下三句哦，要让我好不好？好。毕业要
要干嘛？没有，不好意思。可以提示是哪一类的吗？先提示这个，有家庭有小孩的人会被问到。我知道了。三二一，要。再一次，三二一，要。要。小文，小文。生几个小孩？我已经有了。谁秒有想法？三二一，有。小孩读哪里？很接近。几年级？小孩在什么？小孩的小孩什么时候出来？小孩的成绩。小孩的成绩表现好吗？最后两个，最后两个。我。好，你说。你是变胖了。你感觉有偷看？我觉得这个题有点难，三只啊，做一个三只，三两个礼盒，二一，你们要年薪百万，非常接近，好，你有在投资吗？我知道，你有在储蓄吗？哦，你有在储蓄吗？三只人，你们现在十扎，两个人，现在选一个最烦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场投票，你先讲，你男朋友在做什么工作？那你呢？可以放弃吗？在认真减肥。好，那我们小学哦，觉得是小文提的举手，三二一。好了，颁奖。这个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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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I hope that you learned something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today. And once more,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谢谢，拜拜。搬去哪里啊？你的办公室啊！你阿玛，然后我不打阿玛这样。虽然没有过年的东西，我们在吃披萨。很热哦，可爱哦，可爱哦，来。今年就要结婚，你要娶我吗？你怎么才跟我求婚啊？现在五十五吗？不好说、哦。你刚刚有五十五，你就会说没有啦。164天，哦，可以啊，简简单单。请问一下，再破200天有信心吗？没有。有说打码。对，打码。我要怎么笑死？